约时报今天表示，由于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财产新闻，纽约时报遭到中国骇客入侵达四个月之久，部分报社记者员工密码遭到破解。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三艘军舰组成的舰艇编队29号上午驶离青岛某军港，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例行训练，包括海战演习。四川省阿坝州法院今天宣判，两名藏人因为教唆同胞自焚犯下故意杀人罪，分别被判处死刑缓刑及10年有期徒刑。中国各省近期密集举行人大会议，各地公布经济统计数据，但是若将各地公布的 GDP 数字加总起来，总量高达57.69兆元，比先前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还高出5.76兆元，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省的经济总量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